方便品第二，以时皮耶利大城中有长者名为摩羯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心直善本，得无生忍，辩才无碍，游戏神通，谛诸种持，博无所畏，降魔劳怨，入心法门，善于智道，通达方便，大愿成就，明了众生心之所趣，又能分别诸根利钝，久于佛道，心已纯熟，决定大成。诸有所作，能善思量，诸佛威仪，心大如海，诸佛之初弟子，悉凡世主所敬，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梨耶，资财无量，摄诸贫民，奉戒清净，摄诸违禁，以忍调行，摄诸坏路，以大精进，摄诸懈怠，一心善直，摄诸乱意，以决定位，摄诸无智，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，清净律行，虽处居家，不着三界，是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，现有眷属，常乐远离，虽服宝色，而以相好严慎，虽服饮食，而以禅悦为味，若自薄翼，气处接二度人，受诸二度，不毁正信，虽明世典，常乐佛法，一切见敬为供养罪，执持正法，摄诸长游，一切自生，皆偶虽获逐利，不以喜悦，由诸四渠饶益众生，入自正法，救护一切，入广论处，道已大成，入诸学堂，有开同蒙，入诸淫舍，是欲之过，入诸酒肆，能立其志。若在长者，长者中专为说圣法；若在居士，居士中专断其贪着；若在刹利，刹利中专教义忍辱；若在婆罗门，婆罗门中专其除我慢；若在大神，大神中专教义正法；若在王子，王子中专示以忠孝；若在内官，内官中专化正宫女；若在庶民，庶民中专令兴福力；若在梵天，梵天中转富以圣位；若在帝释，帝释中专示现无常；若在护世，护世中专护诸众生。长者为摩羯，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，其以方便现身有疾，以其疾故，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及诸王者，并如官属无数千人，皆往问疾。其往者为摩羯，因以身疾广为说法。诸人者，是身无上无强无力无坚，速恼之法，不可信也，为苦为恼，众病所集。诸人者，如此身明，知者所不护，是身如醉，末不可全摩；是身如炮，不得久立；是身如炎，从壳外生；是身如芭蕉，终无有坚；是身如幻，从颠倒起；是身如梦，唯虚妄见；是身如影，从业缘现；是身如响，属诸因缘；是身如浮云，虽勇便灭；是身如电，念念不住；是身无主，为如地；是身无我，为如火；是身无兽，为如风；是身无人，为如水；是身不实，四大为家；是身为空，离我我所；是身无知，如草木瓦砾；是身无作，风力所转；是身不正，为恶充满；是身为虚伪，虽假以燥欲衣食，必归磨灭；是身为灾，百一病老；是身如幽井，为老所逼；是身无定，唯要当死；是身如毒蛇，如冤贼，如凶罪；阴界诸入所共合成，诸人者，此可还厌当落佛身。所以者何？佛身者即法身也，从无量功德智慧生，从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生，从慈悲喜舍生，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。
从方便生，从六通生，从三明生，从三十七道品生，从止观生，从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生，从断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，从真实生，从不放日生，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。诸人者，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如是长者为摩诘，为诸问疾者如应说法，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